彩排人员一位位身穿华丽服装，在舞台上进行专业演出。普契尼成名作《马农雷斯考》即将于9月5日到9月8日在卫武营歌剧院登场。今年是歌剧大师普契尼逝世百年，卫武营借由跨国共制，让普契尼成名作《马农雷斯考》能够首次在高雄登场。这也是暌违15年后，这出18世纪首版歌剧再度全本重现台湾。在国外的演出精彩绝伦，而这一次来到高雄，无论人员的服装还是舞台布景，都详细考究故事发生时代背景设计制作，重现剧本中18世纪的场景风貌，有法国繁华的城市场景，金碧辉煌的洛可可时期豪宅，也有繁忙码头和荒凉孤寂的美洲沙漠。一对男女之间的这个故事，那个场景的分配也非常的跳跃，分为4个幕，那每一幕都在不同的场景。I love the second act because it's the moment where the drama unfolds. The first act is when they meet and they fall in love. He falls in love for her. She is more mature, although she's very young. She has already her plans in mind. But in second act, the real drama unfolds, and from then on, it's like a snowball.这次卫武营借由跨国共制，让观众在台湾就能观赏少见的世界经典，不但让卫武营的名字再一次被国际关注，也让南台湾的观众们可以一饱眼福。民视陈嘉祥、庄淑婷高雄市报道。